喝下。今天咱们吃海鲜拼盘，扇贝。先来吃个恋爱脑，我吃脑子。再来一只，还是大好的呢。哇，太坏了。好甜呀，你别那么做做行吗？你又啊，想挨骂你。好的。你紧张点，好的，啊，这个也是八毛的，这个下边的东西，这太好吃了，这个大我先吃这个啊，甜甜的脑子，哇，今天服务行吗？下线都去了，谢谢师傅。哇，气得不得？哇，最大的一只，先吃一个芒果。这个很大，我再吃大的。两口，小丫头。